好，踩背按摩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舒服，但小心哦，恐怕因此会瘫痪吗？有要来看到是新北市这一名16岁的周姓少年，因为打工造成了肩颈酸痛，于是请同学帮他马杀鸡一下，结果男同学哦就跳到他的背上来踩背，踩了1分钟左右之后，不到半小时，周姓同学开始觉得背部很疼痛，右手甚至呢都没有办法拿碗，赶紧就医，这也才发现他现在已经呈现全身瘫痪的状态了。